大家好，今天来介绍扫荡尘埃巢穴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如果在短时间内扫荡最多的尘埃堆，因为这个尘埃堆可以去活动商人换这个高级变身抽卡跟高级娃娃抽卡，然后还有龙之钻石，每天可以换这三样，这对分身流来讲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拍这部影片就让他来看一下，然后可以接到一个任务，就是甘特的指示，然后消耗100个叶子就可以换到一张卷。好，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如果在短时间内然后打最大的尘埃堆，首先你要去找出他有两只精灵王，应该在传进来的附近，像这里就一只，你就去打它，然后它就会召唤出大概100只吧，还是多少只不知道，然后你就努力的打，这有点像失恋副本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左边这里有一只啊，赶快去打，打完它。那打死他就会招出，就会扩散出很多只，你赶快打。当你这些都打完的时候，你可以利用瞬移去别的地方打，去找怪密集的地方。像现在没什么怪，你就瞬一下，看哪里怪比较多，或是再跑一下。现在看能不能。1200击杀。这如果你有法师变身的话，可能可以更快啦。变法师变身，因为是施法速度嘛。那像现在没怪，赶快又再顺一下，去找怪多的地方。这是小小技巧。目前看应该是一次副本会有两只精灵王而已，因为我这样顺，在韩版也是只有看到两只，但现在没有了，时间快到了，顶多1000。大概1100多只，如果你们有打到在这两分钟内打到更多，可以在底下留言。因为这个，你如果打得越多，你每天能换的越多啊，就是强化卷跟龙珠会更多。好，那谢谢各位收看，希望这次的讲解能够帮助到你们，拜拜。